啊，墨镜有化妆没化妆？没化妆的话，人多人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昆凌，我现在在 What's in my bag 的这个单元里面。然后大家想知道 my bag 里面有什么吗？哦，先介绍这个吧 ，sanitizer， 这个就是现在非常重要，疫情时间大家都是非常注意，就是喷手啊，而且现在喷的比较多，所以它是纯天然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消毒品牌。然后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有我的，知道女生很怕嚼口香糖会有咀嚼肌啊什么的，它就是一个薄荷凉片这样，然后这样它就融化，然后嘴巴就会很香，所以我觉得这很好用，就吃完东西的时候。还有牙线，然后就是我刚刚说我很喜欢的那个香氛 Mojito， 它有出护唇膏，因为现在就是天气比较容易干嘛，又很冷，女生要好好保养嘴唇。然后就是一些消毒片，然后还有这个滚珠，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容易眼压很高，然后所以我就很喜欢涂太阳穴啊这样，然后让自己稍微按摩一下，然后让眼压降低一下。然后它有五种味道，因为我的按摩师是说就是让自己闻自己味道，然后今天你会喜欢的味道就是你需要的那个味道，所以就闻，然后你就擦，所以每天都是用不同种，就是看今天觉得哪个味道比较好闻这样。还有我的墨镜，最百搭的墨镜，然后我自己对墨镜就是很喜欢，然后它的形状就是最符合我的脸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些颧骨嘛，就是如果有颧骨的女生，其实就是要选比较大片镜面，把你的颧骨遮起来之后，你的脸就会看起来很小。你看，就这样，把颧骨遮起来之后，脸就只剩这边了。所以你知道，有颧骨的女生大墨镜是很好用的，这样就是这样。我要让你选三样，一定要带出。一定要带出门的，现在可能就是 sanitizer 啊，墨镜有化妆没化妆？没化妆的话，人多人少，人如果很少，我就可能不会戴墨镜，可能会牙线跟这个吧，嘴巴香香的。算了，牙线先不要弄这个，护唇膏这样。还有，坏掉了，就好吧，先不管它。